这里是南非莲花永延啊，莲花永南在南非的莲花永延问的，师尊师母真佛宗好。师尊说，依喜撮嘎现在在人间，而且还在真佛宗。依喜撮嘎是藏密第一佛母，是大成就者，何不请他出来转法轮？这个南非莲花永延问的，他说：“师尊讲的，依喜撮嘎现在在人间，而且还在真佛宗。”我问大家这句话，我在什么时候讲过？啊？我说我有一次在护摩的时候啊，曾经讲过依喜撮嘎他现在在现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这样讲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讲什么？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说他也知道他是。哦，我也知道他是依喜撮嘎。你是说他也知道他是？你说他有感觉？哦。也有讲过说他也知道他是依喜撮嘎。哦，依喜撮嘎是藏密第一佛母，是大成就者，何不请他出来转法轮？我告诉大家，来转世的依喜撮嘎目前还在学习之中，还在，因为你就算你是菩萨，也有隔世之迷呀。你是菩萨来转世的，你也有隔世之迷呀。你离转来一个世，你再来一起抽卡再来。他已经不知道他是依喜撮嘎。像师尊来讲，师尊是莲花童子，这个那观无量寿经里面啊提到的，无量寿经里面就有提到阿弥陀佛讲化身童子，化身童子就是南无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。莲花童子也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是莲花童子化出来的。但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莲花童子啊，直到26岁的时候啊，我在玉皇宫里面药师金母下降，他告诉我你是莲花童子，而且去带我去看我的前世，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是莲花童子啊。知道了以后还要写法，还要写手印，写法，写脚印啊，脚印呢、啊？那时候啊，晚上的时候，在我的那个军官的宿舍里面呢、啊，我一个人就被叫起来修法，那个手指头都会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，手印是这样子学来的、啊。另外，这个脚印也是啊，要踩什么脚步？我觉得我的脚很累了，我要把脚放下来，哎，他把你固定了，像那个空气就是一个把你凝固了，你就是站在那里不动，脚酸了、啊、要放脚要放下来也放不下来。冬天很冷，我不想学法，今天晚上太冷了，我要睡觉。他
把我的身体这样子脚翘起来变成倒立耶，然后再把我放下去，砰，这样子的，不得不起来学法，学法学了三年呢，无形的在教啊，那还是要从头来啊，不是说哦，我是化生童子，我是莲花童子，我一出生我就懂得所有的法，不是的，是我好好的这样子学学学密教，去皈依师父学密教，去皈依显教的师父学显教，然后研究经典，慢慢这样子储存起来，自己才有相应，相应了以后更加明白，跟本尊相应了就更加明白了，我随时哪一尊都可以相应的，哪一尊都可以进到我的身体里面，我可以进到他们的身体里面啊，我可以显化很多尊的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呢，虽然是依喜撮嘎在人间，而且还在生活中，但是依喜撮嘎还是在学法当中。等他成就了，就请他出来转法轮。啊，这个是给南非莲花永延问的。啊，他问的问题，啊，一起抽卡为什么一起抽卡来了？为什么不请他出来转法轮？其实瑶池金母的女儿也很多啊，来我们生活中的也很多啊，瑶池金母的女儿。还有很多的这个空行母啊，都在我们这个生活中里面了、啊。所以这个空行母的净土转来很多都在我们生活中里面了、啊，也有很多空行母在我们生活中里面啊，他们正在学习，学习了以后，他们也可以出来转法轮。啊，还有很多的，他们没有接触到佛法，那就是在人间轮回，一直到被唤醒，像师尊一样，我到26岁才被唤醒。他说：“你就是莲花童子。”那莲花童子是什么？就是化生童子，就是相光童子，也就是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佛演化出来的，所以阿弥陀佛是我的本尊。那瑶池金母也是我的本尊，因为我过去是跟瑶池金母在一起。然后地藏王菩萨也是我的本尊，因为地藏王菩萨也是莲花童子，莲花生大士也是莲花生，也是莲花童子，密教的祖师爷也是莲花童子，莲花化生的。所以有很多这个将来他们学好了法就会出来，因为有相应最重要了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跟大家讲，你这学密法第一步，你升起次第的时候修本尊法一定要相应，你相应了以后一尊相应就尊尊都相应，每一尊都会相应，尊尊都相应了，你就懂，越来懂的法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万法都在你一心了、啊，就成了。所以我们不怕说不会往生，为什么呢？眼睛一闭，马上本尊就现在你面前了、啊，马上把你接引了、啊。而且呢，不只是这样子哦，不只是本尊现前哦，你随时呼唤哪一尊，哪一尊就进到你身体里面呢、啊，你马上就变成了，我就变成阿弥陀佛了，一刹那而已哦，一弹指啊，就是这个时间而已哦。
你就可以变成阿弥陀佛，一弹指间你就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是自化本尊，就自己变化成为本尊。你只要相应了，都有这种一请他就来进到你身体，你马上一弹指就变成本尊了。以本尊的事去做超度，所以才有千艘法船的超度，他是这样子做的。所以你有了本尊以后很容易啊，你要进入内法啊，进入内法，进入无上密。你在无上密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本尊在做，不是你啊。这很重要啊，跟大家讲。